交出东西，留你全尸。刚不小心东西掉到水里去了，你们要真想要，下水去找便是。先取你性命，再绝不迟。谁啊？你说你堂堂龙吟城荣家二小姐，就这么几个小毛贼精打成这样，我真是太高估你了。你怎么知道我是二小姐的？再说了，你怎么知道我对付不了他们的？就算你不来，我有大招可以对付他们的。大招啊？那行，那你自己来吧。上！我去就去吧。夏灵静，南阳人士。是不是叫你来救我的？